点他吗？对，就是点那几个人头，好可怕哦！很慢，很慢，要长按。对对对，哦，你会哦？对，你好像会，你好像玩过，对不对？哇，太快了，好慢哦！慢一点按，慢一点按。哦，太快了。对。对，这是智障型的吗？还不是，这不是智障型的。啊，太快了，这有点难度。太慢了的关系吗？哦，有抓到。哦，没按，我刚是没按到吗？太早按。啊。我好怕我漏按哦，啊，太早了，你大部分是太快按，太快按了，这样对到差不多也太难了吧？你就感觉它掉下来就可以按，对对对，很难哎，啊太，对啊，这样其实 OK 啊，你大部分都是提早按。因为太慢了的关系吧，很快又追不上啊！哇，太快了，会习惯看到他来就按呢。嗯。啊，太快了！因为你刚刚看我，你刚看我的。因为我会习惯很快按。哦，十 combo 了。好弱哦。没了吗？没了没了，就是很短。好弱哦，那一场都很短，难一点点，难一点点的。我觉得刚刚已经很难嘞，可啊。这个就真的有点难。是刚刚那首？这个我就有玩过了。对，就是我刚刚玩的那一首的最简单，最简单。天哪！我按喽。对。哒哒哒哒。这个是你很喜欢的那个人吗？对，年轻。你也太久了吧！你，好多倍的。没按到。还没按到哎，乱按，好难哦，我都不知道我在按什么哎，我觉得我的手好像有点不够用，嘿，不够用，我会不会等下失败啊？会吗？应该不会，相信我。我觉得我在乱按。太多圈圈了！啊，我按错了。我觉得我要输了。不会死啊？为什么不会死？因为我有回血的技能啊！哇，好棒！你是不是食指？没办法。你要不要尝试？我不喜欢大拇指啊。好，那你等下要不要试试看大拇指？应该是这个。我怕我手指不够长哎。Go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刚刚超有炸，太多圈圈了。有障碍，还蛮好笑的。我手指不够长，中间怎么按啊？你太多圈圈了，
手指不够长，我的手指不够长。中间好难按哦。没按到，嗯，太长了。哎，你的触控好怪哦。嗯，是因为那个吧，用大拇指的关系。嗯，狂按。我按不到中间。最好像是按不到中间。好难哦，好难拿哦。我等一下教你怎么握。你刚握成这样，握成这样。对啊，不然怎么握？你要这样子，就是啊，这样，这样。对。哦哟，我瞬间感觉我的手指长了一点。你要小妞妞直接就是这样，对。可以再一次吗？有哎、欸，我这样深深的感受到我的大拇指变长了。对，就是要这样。这样你的手指才够长，跪下去开始。耶！然后你刚刚啥握呢？我不会拿，我应该没有玩过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超难按的，刚那样超难按的。我觉得我还是会输哎。没关系，尽量按到就好。很难按。差点没按到。太早按了，没按到，尽量按，很难哎，我觉得我上面都按不到哎，最上面都按不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按歪。你按哪一个？哪一个？按那个反方块，橘色就开始了。真的觉得很难按哎。对，我觉得我快死了。好吧，太难了，对不起。我觉得刚刚按到暂停。是不是啊？因为就是。我觉得指甲太长了啊，因为200多了，什么意思？200多对你来说太难了。好啦，你刚刚今天的体验先到这边，我快笑死了。你刚刚最多也才玩到95，总共95的，嗯，他刚刚突然翻倍翻成两倍的这个，这个对你来说太难了，居然。